12. 总论原始点医学概要。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见，从零开始，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研发之初，先是重用内热源，之后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诊疗一体同步的保健医疗方法，进而创立以因缘果的架构来阐述老病由来与诊疗原则的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突破、充实、完善，最后建立起一个理论与临床、诊断与治疗、医疗与保健高度统一的崭新医学体系。好，这一段其实在严谨里面都有谈到，开始怎么研发，所以我就不再多说，继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例如种子没有了土壤、阳光、水分、空气等外在条件的协助，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将此种子譬喻为因，则外在的土壤、阳光、水分、空气等条件就是缘，长出的果实就是果，此即众所周知的因缘果的道理。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经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身体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为了理清疾病与衰老之由来，可用上述之因缘果的理论加以阐明。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彼此相代而生，为方便表述，先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则因缘两者之定位即与之相对待而成立。通过观察身体的变化，疾病表现为症与状，其中症指不适感、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状指体表组织受损，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就仪器检查而言，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统称异常。但不论疾病或衰老，其因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体伤是指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可直接产生症状及异常。热能不足是指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可影响体伤，再由体伤导致症状及异常。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与伤身治病之恶缘。善缘如正确按推原始点、善用热源、适当运动等，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使身体正常运作，恢复健康。恶缘如生气、压力、劳累等，会消耗热能，加重体伤而产生症状。但有些恶缘如车祸、摔伤、烫伤等，则可直接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由上可知，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缘，同样缘要影响果，也必须通过因的运作。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缘都不会影响果，必须要因缘具足，果才会改变。切莫在诊断上将果作因，如把热象症状的果当成热性体质的因，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或错认果如本无疾病，却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而使病人变多，或导果为因，如将异常的果当成症状的因，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或在治疗上弃因谈缘，不谈身体运作的因，却谈药食按推的缘有治病功效，而说缘治果。由于有疾病必有体伤，身体为修复体伤以解除症状，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故治疗疾病当从阴着手，用诸善缘，同时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此外，要发大心大愿，随时关照内心，反省明察，断诸恶缘。如此则因变果转，治病不难。否则舍因逐果，祸福难料，为智者明断。好，这一段也算是一个总论吧，以前面讲的怎么样概括 简单扼要的再谈一次。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二，原始点医学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精髓一致。最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是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中的16个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热能充足，组织器官运作顺畅而无体伤，即是正气存内。身体无治病之因，此时虽有病邪之源，此因彼源不能和合，故邪不可干。反之，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治病，必是热能不足且有体伤之故。在诊疗上，中医所强调的是辨证论治，固本培元，即是通过辨体质及药性，以采取恰当方法改善体质，扶助人体正气，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协助身体免于疾病的威胁，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代表古典西医的是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约西元前460前370年。他有几句经典名言。一，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是真正的治疗者。二，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三，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因此，他的医学思想核心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自然愈复的措施，是治人重于治病，与以人为本、辨证论治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古典中医、西医都是内求的，以身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为中心的医学。原始点医学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通过实证发现没有一法也没有一药可以单独治病，所有的手段只是一种缘，最终都必须内求与身体的正常运作，即缘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才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使医疗保健之源得以充分发挥，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从而达到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这个独特发现正与古典中医、西医的智慧不谋而合。尤为可贵的是，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的应用，兼具经络穴位及阿是穴的长处。期间通过按推原始痛点，不断归纳简化医疗程序，使诊断与治疗做到一体同步，故能快速有效地解除病症，抢救患者，从而将医疗效果发挥到极致。但若要做到增强体力、自我疗愈的保健目的，则需通过外内热源配合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以改善热能不足，修复患处体伤，如此才能有病自我疗愈疾病，无病亦可强身增寿，预防疾病，使中医固本培元及上工治胃病的保健养生观念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此外，
由于原始点医学在按推原始痛点及外内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因此才能拨云见日，明了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并且通过诊疗以按推、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进一步证实了热象症状并不表示热性体质，因而得以将中医四诊心法的辩证以及一针二灸三用药的治疗手段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使其脱胎换骨，形成了诊疗一体同步以及更易普及的非药物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总之，古典中医西医强调的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以致逐渐被医学界所淡忘，转而极力外求仪器检查以及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遂使诊断与治疗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来提升正气，激发自愈力，使身体快速恢复正常运作功能，从而达到延缓衰老、疗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目的。所以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由薄反约、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好，这样大家一路读下来感觉怎么样？很好。你们书上55页最末一行，这里有改动，这里有没有破啊？因而得以将中医经络理论顿号四诊心法及，这里直接写了没有逗号，以及改成及，就是因而得以将中医经络理论顿号四诊心法及下一页一针二灸三用药的治疗手段，变成改成这样，有一些多余的字你们就去掉，这样就更精简，然后把该说的都有说到。就是这里有改，可能要到第二刷才会再印出来，你们今天来了顺便跟你们叫你们自己改一改。其实现在整个在读都很明快，文字在叙述也很流畅。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元，因为这里谈的把原始点跟中西医的智慧一并来提，他们都是一致，都是从最原始是这样做的，但是西医越走向医疗，反而在保健方面反而忽略了。好，三，西医、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特色。西医的特色是从果治病，主要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诊疗对象。正因如此，在治疗上，西医才会重医疗轻保健，也因如此，在诊断上，检查与事实才会常有出入。此即就治疗而言，西医从果治病虽可直接改变组织器官运作，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目的，却也因此忽略了从因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以达到延缓衰老、自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保健效果。换言之，医疗离开保健将成无根之木，其效不能长久，不但无力解决热能严重不足的疾病，如自闭症、
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症、梅结综合症、红斑性狼疮、牛皮癣、异位性皮肤炎等，且对体力虚弱者还可能危及生命。就诊断而言，西医仪器检查结果不但与身体的真实状况常有出入，以至于往往身体健康如常，检查却有异常，或以病苦不堪，检查却属正常，也与治疗之间常有矛盾，以至于有症状又检查出有异常，经服药手术使此异常恢复正常了，症状却未必改善。产生这种矛盾脱节的原因在于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并非疾病之因。再者，仪器检查是为了帮助医疗解决疾病，但检查出来的异常并非疾病，而属衰老。可见诊断与治疗之间的矛盾脱节。这些问题自然也体现在理论与临床之间的反差。原始点医学的诞生，终于使临床与理论、诊断与治疗、医疗与保健获得了高度的统一。中医与原始点医学的特色是从因治病，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但在诊断上，中医是通过经络理论及四诊心法，原始点是通过三大诊疗方法。在治疗上，中医是通过一针二灸三用药，原始点是通过非侵入性之按推与非药物之外内热源。换言之，中医与原始点医学虽然都是通过诊断以医疗之针刺按推及保健之外内热源改善体质，从而达到延缓衰老、疗愈疾病及增长寿命的目的，但就诊断而言，原始点医学的诊断与治疗是一体同步、不可切割的，且因其三大诊疗方法彼此之间各有优缺，可以互补，所以融合互用，不仅可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及病情之轻重好坏，还可研判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就治疗而言，原始点医学通过医疗以按推原始痛点，改善组织器官运作，从而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通过保健，以外内热源之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用于患处体伤，直接温暖组织器官，配合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因而能够解除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也因为原始点医学之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医疗与保健相辅相成，外治与内治互相配合，体伤与热能不足兼顾处理，并以保存生命为先，解除症状居次，故可大幅提升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再者，原始点医学是做出来的，其理论就是在安全、有效、可重复的实证基础上总结升华而成的，务求与实践相一致，以及说出来的就必须能做到，故能一以贯之，不自相矛盾与对立。总而言之，原始点医学是一门安全而有效、简易而环保、非药物又非侵入性的自然医学，它诊疗合一，离相探源，化繁为简，大爱为心，易学易用，便于普及，不仅可让民众很快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权，还可大幅降低医疗费用，节约资源，减轻环境污染，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一条活路。
好，这是三大医学的特色，中期期间也把他们的不大一样的地方都点出来了，有时间你们可以再反复看一下。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原始点医学的目标、宗旨与定位。四、原始点医学目标、宗旨与定位。原始点医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众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欲达此目的，必须从因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但西医从果治病，并无疾病之因体伤及热能不足的概念，且其又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以至于在诊断上，检查结果不但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还造成老病不分，患者增多。在治疗上，从果治病不但难以治愈他处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之症状，且对体力虚弱者还可能危及生命。在此情形下，势必要从因治病，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如此才能追本溯源，返璞归真，从人体的变化真正找到老病死的由来及解决方法。原始点医学是从零开始，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验证出来的，期间通过观察症状，从果推因，以归纳出一条脊椎与七处原始点位置，且发展出诊疗合一及各种保健方法，进而了解老病的由来及善终的重要，故可避免无谓的治疗，并从失败案例中反复检讨分析，以找出问题所在及解决方法，因此能够突破医学的瓶颈，使原始点诊疗体系更趋完善。再从众多案例归纳出简单易行的保健医疗方法，方便民众使用，以达到止检预防，自利利他。总之，有生命必有老病死，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如此处理不仅可疗愈疾病，还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好，这一段就是原始点的目标。所以原始点的目标是什么？解决怎么样众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对吧？最后也是强调这个，它不仅可以怎么样疗愈疾病，还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好，刚刚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有两处有红字，有没有？那个红字是第二刷，十六版第二刷才有的。那你们今天来，你们先改一下，看到了吗？所以改成以至于，五十八页倒数第四行，找到了吗？第四，那个所以读起来不流畅。以至于比较那个哎呀精准一点。好，再下一个，这是第几页？五十九页是吗？第几行？第七行。好，好，第七、第八行你们看一下，就是人，因此能够突破医学的瓶颈。本来写的是使诊疗体系更趋完善，有没有？这一句把它删掉。因为突破医学的瓶颈，尤其这一两年真正突破的是什么？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其实这一次的大幅改变就是这一句话，然后疗愈热能严重不足之疾病，也就是解决很多重病的问题，这才是最近的突破。所以这样比较符合这个整个的发展的现况。原来那一句是诊疗体系根据完善，就把它杠掉，然后把这一句话写上来。好，那目标已经都讲完了，
现在要讲原始点医学的宗旨。好，有健康的身体，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由于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只能作为助缘，即由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以激发提振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重获健康。可见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既然如此，显然医学应当用于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而非教导民众要靠医疗才能获得健康。所以在生活中提倡落实医疗保健之源，避开伤身治病之源，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换言之，要落实医疗保健之源，在生活中就要善用外内热源，配合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必要时还可按推原始痛点，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如此处理，不仅能使疾病消弭于无形，达到治胃病的保健效果，也能使疾病加速疗愈，达到治已病的医疗目的。此外，生病时一定要避开伤身治病之源，尤其不能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否则越俎代庖，轻易毁伤，必将得不偿失。毫无疑义，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也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好，这是宗旨。那里面有看到红字吗？那你那一句也是删掉几个字，然后改变成理应。显然医学理应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原始点的定义，原始点是不是医学？但是有人问我，你们这样薄薄的几页就是医学，人家医学要这样很多呢。哦，原来医学是这样吗？医学是不是越多越好？让你们读了好几年读不完的才叫医学，不是哈？所以医学不是看页数的多跟少，对不对？是要看它里面的内涵是不是有达到医学，比如医学要有理论体系，还有什么样临床的实践。临床实践是什么？诊断与治疗，对不对？那还要治疗，还包括什么？医疗与保健，对不对？啊，那这样才能解决啊衰老，还有疾病，还有增长寿命的效果。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原始点是不是医学？医学之实践必须包括诊断与治疗，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那么原始点是否可称得上是一门医学？在临床上，原始点的诊疗方法是通过按推原始痛点，改善组织器官运作，以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通过外内热源、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改善热能不足，以达到延缓衰老、增长寿命及自我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换言之，原始点的诊疗方法是通过医疗保健之源，同时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对症状与体力是兼治的，完全具备了诊断、医疗与保健的实质。从这个立场称之为医学，可谓当之无愧。值得一提的是，原始点的按推既无侵入性，外内热源亦不用药物，
而且是从因治病，与现有的医疗方法，或以注射、手术，或以寒凉性药物从果治病完全不同。这种生活化且没有医疗行为，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到底该归属于医疗还是保健，亦或是一体贯穿，包含更多的医学？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只好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由民众去评判，让时间来检验吧。好，这一次很多人啊，确实改了很多，那花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时间不够，有一些红字是我来这里才改的。好，那整个内容应该已经读完了。